长老、各位法师、各位贵宾、各位居士大德，阿弥陀佛，下午好。师父下午的开示即将开始，请大家静数安静就坐、默念佛号，我们静待师父上台为大家继续下午的宣讲。 请起立。 大家不会煞板，啊，因为啊，所以就不要煞板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剩下一个下午，大家啊，全新的听闻，啊，好好的做一下笔记。有的人呢、啊，记忆比较好，就写在心里。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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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那我们呢，继续我们的，呃，或者就是要幸福的佛学讲座，接下来。 我们呢要穷理见性。我们世间人说没读书，有时候不能称为文明人，但这不一定。书本的语言文字，有时候跟人格道德。 并没有办法成正比例，不一定。但是佛法不一样，要穷理见性，穷就人生宇宙的真理，见清净的真如自性。最主要要认识无漏的智慧法身。 换句话说，大家都是佛陀，未来佛。你们灵魂的深处酝酿着一颗魔力宝珠，你跟我将来也是十方诸佛，只是还没有成就罢了。所以。 你要佛陀的精神，禅宗单刀直入的告诉你，你要相信，你就是法王，佛陀就是法王。我指的是自信。如果你说你是法王，这个就以凡难胜了，因为还没有正量。 解脱不能说你就是法王啊，那么佛陀就是正量解脱的法王，而且还是啊究竟大法王。那么佛陀有什么过人之处吗？那有，他就是。 彻悟当下诸法的空无自性，所以宇宙都是平等不二，但是不坏缘起。在这诸位哦。我所见到了什么真理呢？比如说啊，这这一只叫做扶持，啊，叫做空无自性。 这个叫做杯子，叫做空无自性；这个叫做闹钟，也是空无自性。好、啊，这是缘起性空，这个也是缘起，也是性空。 闹钟也是缘起，也是性空。我要站在性空的角度，说万法一如，究竟平等，诸法空无自性。站在这个角度。 但是不能坏言起啊！坏言起世俗地就没有第一地，所以第一地就是世俗地。这是站在理上贯通世俗地当体即空就是第一地，第一地不坏四项就是世俗地。 所以，这样再推论下去，看你用什么角度来讨论。现在用捉妖这这段很重要，你要全心全力的注意听。凡夫跟二圣人啊讲的叫做缘起性空啊，比如说。 生哦，你看这个小 baby 出生了。老哦，你看到了爷爷奶奶呀，年岁大了，皱纹了。啊，病，你看到加护病房，一个一个送进去。 使诸位到哪里都并不陌生。我相信在座诸位大家都为王者助念过。诸位哦，在凡夫跟二圣人，就是好像有生，好像有老，好像有病。 好像有一种东西叫做死亡，所以凡夫、二圣人讲的叫做缘聚即合，因缘聚在一起叫做合，缘散即离，这是用相让众生去体悟到因缘所生的。 佛陀，当小圣要转成大圣的思想，他说：“他就告诉你，我所说的缘起法非第一地。他现现在就刚好反过来，缘聚如果是佛的心，圣人的心就不一样哦。缘聚不聚，缘聚会聚在一起，事实上。 并没有任何东西聚在一起，言善也不离，没有所谓聚，也没有所谓离，这个是佛如来的境界。再讲一遍，凡夫跟二圣人，一般人啊，比如说啊，庆祝生日，庆祝生日。 或者庆祝这个跨年，跨年，在做大家现在的人流行过生日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哎，都是这样唱啊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我的歌声很好的，哎，先谢谢谢谢谢谢,谢。 哎，邓丽君不在，要不然我跟她合唱一首《我只在乎你》。哎 <laughs>，开开玩笑啊！啊，好了，哦，我们呢现在凡夫啊，你要讲他懂的道理。哦，因缘聚合了哦，像我们今天的金湖体育馆了、啊，嗯，因缘聚合了，或者有人做生日了。 买个蛋糕，一家人聚一聚，啊，就是吃吃饭呐、啊，喝喝茶喽，是不是？啊，喝喝茶喽，然后大家聊聊天儿，啊，这生日就过了。但是，在佛的境界就不是这样子了，在佛的境界是没有所谓的开始，也没有所谓的中间，也没有所谓的结束，也没有所谓的生日，也没有所谓的死亡。 这个只是法界的一个缘起，它跟法界是平等不二的。而在缘起论断的，是因为凡夫的智慧有限，拘泥于这个五蕴身，所以必须用不净、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的道理去讲给凡夫听，慢慢的转凡成圣。 佛陀看这个世间，就是涅槃。诸法本不生，诸法本不灭，从来没有什么生灭增减的，因为缘起在佛陀的角度，通通是如梦如幻泡影的，色身无应身如梦幻泡影，但是心。 是坚定的、清净、和谐的，能起智慧作用的。看到这个家庭也是缘起的、和和的；看到整个地球也是缘起、是和和的。但是圣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间。 站在不坏缘起的角度，所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；站在众生的角度，站站在究竟义的角度，没有这个东西。所以缘聚即合，缘散即离，这是对凡夫讲的，让你知道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 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，让慢慢转变成二圣人的心，断见是二祸。究竟的佛身就不是这样子了，缘聚不聚。我们今天聚在一起，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聚在一起。 如果你把它摧毁、微尘，没有东西。既然没有河，哪来的善呢？离开来呀、啊，众生呢、啊、就是这样过生日啊！小孩子新生命出生，是充满的喜悦。死亡，你可以到处看到。 难过、哭泣、捶胸、顿足、不舍啊，有的焦虑。哎，台湾有一个妈妈，儿子读大学的时候啊，车祸死了，她的妈妈多严重，你知道吗？她的妈妈每天就站在门口。 因为发神经啊！人人人家告诉他，你儿子已经车祸死了，他就说：“我我要等儿子回来，我要等儿儿子回来。”作为这种亲情，哈，让人难过、感伤，会掉眼泪。但是真理。 既现实又超越，既超越又现实，所以众生已经习惯于缘起的东西，他一下子是没办法体会性空的，而是佛陀讲的从来就没有缘起，从来就没有缘灭，缘起会第一滴缘灭也无灭也会第一滴所以。 如来看这个世间，为什么叫你观如梦幻泡影？是因为你还没有成就。如果你有正量解脱的如来境界，没有东西可以观，观者没有能观所观，止也没有能指所指，中道更不可得。一切法究竟即灭，大极灭，大平等。 所以，众生执着的东西，他有取舍，他一定会哀伤、难过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师父，你这样讲，我能体会，多少体会一点。现在我一边要面对面对残酷的生活的压力，要缴税啊。 打电话要钱呐、啊，柴米盐油油盐酱醋糖啊，要钱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要上班啊，嗯、呃，上班里面还有的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每天找他麻烦的、啊，一天到晚不原谅他、啊。好了，所以要听到佛法很困难。 然后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，要活下来，不要讲超越，讲生存都是一件难题。所以在娑婆世界，我们要修行更难。极乐世界，事事得十，事一得一，神通自在，清净无为。清净无为。 因此，我们就要了解：如果你会体悟当下凡心，就是圣人的心。你不会被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个假象迷得团团转，也不再贪婪，这个世间财色名食睡。上一堂课我们讲。 说我很富有，并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，而是我要求的很少。佛陀告诉我们：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再回过，啊，刚刚的议题，你要相信，你就是法王，因为法法本空。 不必寻寻，也不必秘密，不必寻找，啊，也寻寻觅觅，都不用，因为当体即空，就是法法本空，你就是法王。禅宗里面，他劝导我们。 你要深信你的自信就是佛，一切的真理，它的源头来自于我们的如来藏性，本性具足，心就是佛，佛大自在。 圣人，大智慧的圣人，大解脱的圣人，佛陀过着永远解脱幸福的日子。反过头来，他不舍弃众生。你想想看，你这辈子要没有听到如来的正法。 你如何安排你的后半辈子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说我今天要没有听到如来的正法，后半辈子你怎么安排？不，不知道怎么安排啊，茫茫然呐、啊，就跟世间的一样啊。 有钱，要不然打高尔夫、啊，要不然就游山玩水啊，找自己的兴趣啊，要不然就唱唱歌啊。所以，所有的众生都在如梦幻泡影的世间，他不能去体悟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，他不需要仰仗这些。 短暂、刹那、无常的外境，内心里面过着智慧知足的日子。两个人的心境，凡夫跟圣人大不相同。所以你要认识无相的清净心，为什么不可以三色相见如来？ 如来则即即诸法如意，如就是诸法本空，那个不生不灭的心性，充满智慧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取舍，但能面对这残酷的现实，一样保持微笑。 赞叹也是如梦幻泡影，诽谤也是如梦幻泡影，拥有一千个亿还是如梦幻泡影，穷到剩下两条裤子也是如梦幻泡影。诸位，这个是宇宙的共享。但是缘起就不一样哦。缘起，我就举个例子了啊、哦。 你延期，你就必须要在园区里面有影响力，有爆炸力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啊，啊，这是举例子哦，你千万不要等一下拿着要要要叫我去放生了，我就举例子。 我我如果在这里宣布，我灰律师要去放生，大家随喜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很快就收到一万、两万、三万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哎，就像光棍节一样，双十一的，一一一一那个光棍节，那个画面就会一直跳。为什么？ 因为大家认识我，缘起有这么重要。好，那你跑出一个不认识的在家居士，也没看过这个人，这个人从哪来的呢？他说：“我要放生哦。”嗯，啊，你看都没看过，我听也没听过，这钱拿给你会不会去拿去花掉啊？ 这个就告诉诸位，不是缘起如幻，它就叫做不重要。它很重要，没有缘起，怎么能讲性空？这就表表示说，你必须在缘起里面展现大悲的愿力、大波的智慧。 生命里面有你红法的舞台，占有一席之地，但懂得包容退让。今天我们在这里集合，题目出去，或者就是要幸福。老慧律法师主讲的。 哦，因为大家对我不陌生，所以哎，有点信心，很远的地方都会来。但是突然出现一个没听过的名字，你可能不会来。这个体育馆大概剩下没有十个，最后剩下两个，就是准备要关门的。为什么？这就告诉你。 缘起是很重要的，缘起才能推动正法。虽然它是心灵的世界，可是你就是不能坏这个缘起法，要不然佛陀为什么讲六度万恨？好，认识了无相清净心。 可以在圆寂的舞台里面发挥到淋漓尽致。物就是我们的本性，本心本来的面目。六祖讲：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就站在什么角度说？站在宇宙的共享 平等的空相而说这句话的，本来无一物，是说万法都空无自性，何处惹尘埃？那你知道诸法空无自性，就没有能所，你执着的东西不真实，世间为我所用。 也非我所有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。你能轻轻松松的用，啊，不会占有它。这个道慢慢的就显露出来。佛法的可贵，在缘起的大用。要不然，智慧在内心深处啊，别人也不认识你呀、啊。 佛陀的伟大、的了不起，就是一真如之体，而其般若妙智之,之用，这才看出如来的伟大、圣人的胸怀、缅怀。啊，以前的古佛造就了未来佛，大家都是未来佛，所以。 悟了，我们本心守住本心啊！禅宗里面讲守本真心是修行第一要务，最重要的。但是，是不是我们回顾反复的角度来讲，是不是我们体悟了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的本心、本真、本来的真如自性？ 事情就解决了？不，没办法解决，因为贪爱这个世间的习气仍然存在。习气啊，它会上辈子会传到这一辈子的，这一辈子也会影响到下半辈子。 后辈子，因为人死了，八世田中他酝酿的，我们用一种大家听得懂的名词，叫做潜在的种子是存在的。你今天如果去赌博，你看这没有什么，这赌一赌。 很简单吗？玩玩没有什么呀，再玩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。台湾有一个很喜欢打麻将的，五十岁。 因为后来听到佛法，大家大家在交流。我说你最喜欢什么？他说最喜欢打麻将啊。我说你打了几年？他说打了二十几年。我说输还是赢？他说有时候赢，有时候输。好，站在金钱的角度是赢还是输？综合起来，他说是输。 我说：“你还啊，输了二十年的岁月。你在赌博里面，二十年的岁月就这样消失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五年出家，五年证阿罗汉果。你赌博赌了二十几年，还赌输。你不但赌输金钱，还赌输了你的生命。” 所谓五十岁说实在话的，还真有一点来不及呀、啊。你有空去纳古他看一看，十八岁车祸，二十岁癌症，三十岁离婚跳楼，都没有活过五十岁的。你有空啊，去纳古他。 算一算，看他啊，几年出生的，哎，就看九五年出生的，一看零五年十岁再见了，啊，为什么？耶死的，你就知道人的生命啊很短促，再加上可怕的迷茫的无名。 漫漫的长夜，所以无名是最长的黑夜，它没有尽头，不知道何时才见光明。要直到向大家坐在这里听闻正法，光明就慢慢显露出来。啊。 无名是最长的黑夜，不知道何时是尽头，所以你啊，哦，有时候觉、就、得、是、哦，太幸运了，得闻如来的正法。好，所以说物的本性，接下去就要修啊，要断这个种子跟吸气呀、啊。 诸恶莫作，要众善奉行。物的本性也要断除种子跟吸气，这是平等不二的。所以，万法念念消归自性啊，归无所得。这句话讲的就是物跟修是平等不二的。 站在众生叫做修，站在二圣人就叫做悟，站在佛陀的角度，修跟悟是究竟平等的。这样我们就彻底明白，凡夫在缘起法迷惑了，他喜欢这个东西，缘起。 性空，所有的众生，刚刚讲的言句集合，言善即理，你要跟这个众生说那个世间是假象，他听不进去的，这要有一点慧根，他自己思维。 嗯，真的，这个世间无常变化，这个世间啊，生灭变异，嗯，对，没错，这个世间生老病死，嗯，对，这个世间沉住坏空，嗯，对，佛陀，所以一般人说佛佛陀佛法在给人家洗脑是不对的。 佛法是在洗心，洗涤你心中的污垢，是洗心，不是洗脑。我们要彻底的革除妄心、无名心，彻底的洗心，革除贪嗔痴。 佛法它是心法，所以佛法不是在给你洗脑，它是在讲生命的真相。你说我不相信，你有权利的，拍拍屁股你就走人，那是你的权利。佛法不是说信我得天堂。 不信我打入地狱。释迦牟尼佛从不勉强，说弟子们，你要冷静一下。我所讲的法，你要思维，对还是不对？是这样吗？世间无常，对不对？因为讲的让大家从众生听得懂。嗯，对。世间有这个色身就苦。 爱别离苦，生老病死苦，啊，冤家路窄，验证会看到，都动怒了，恨不得砍他两刀。佛陀说，是苦的，生命变异的，是无常的，这个色身是不净的，不净的。 每天都要洗澡。我有一个徒弟啊，到美国纽约念大学，University。他说：“上人，我们到美国纽约念大学啊，多辛苦，都下大雪，怎么样？里面是暖气，那种暖气哦，不会说。” 然后鼻子一直流血，一直流血。他说：“哦，住台湾啊，到那个地方啊，一开始啊，没办法适应，所以这个叫不坏人气。身体是可以训练出来的，可以训练出来的，真的。我看有一个那个大神呐、啊，哦，他的。” 他的手啊，比我的腿还粗，游泳出来的，训练的。好，那么圣人的心就是缘聚不聚，缘散不理。刚刚举的例子，所以佛陀体悟到的，你还会铸造这个生日吗？ 不会，他不会像小朋友啊，没有跟他庆祝生日，啊，买个蛋糕啊，爸爸妈妈就很遭殃了，是不是？纽约那个跨年又要开始数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然后 Happy New Year，然后球就掉下来。 二零二零元旦，听说呀，那个广场挤了几万人，几万人。我第一个想到的，倒不是那个球掉下来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，我要去哪里小便？几万人挤都挤不出来，也不能尿在裤子。 这这样子啊，不去跨年，年就会梗住吗？对不对？也不会啊。啊，对啊，年是一头野兽啊。古时候中国人这个年呢、啊，是一头野兽。那今年没有被野兔吃了，野兽吃了，叫做过年，知道吧？哈。 过年，过年在这里啊！你还没死啊？哦，就是没有被野兽吃了，所以这个年是一头野兽啊！好了，生老病死都空无自性。佛经里面讲，诸法从本来常自己灭相，解脱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。 因为他了解一切法皆空，了解本来无一物，但是不会坏缘起的责任事项。圣人大悟见性，他是永远夺不走的实力的。为什么？他是真有能力、真有实力的。所以，诸位啊。 这缘起法是不坏事项的，比比如说啊，我到漠河去，台湾有报道，世界的景点漠河接近俄罗斯最北边的一个村庄，如果我到那边去，冬天，这可能没办法念佛。 这不是说我们没有修行，或者是有修行的问题，是这个设身没有训练过。零下四十度、五十度，诸位啊，全世界测到最冷的七十一点二度，在西伯利亚。后来有一个科学家到南极洲，南极洲。 南极洲，你们知道吗？南极洲就是你看到一种动物，你看那个肩膀走出来，那是气儿，气儿放在冰箱不会死的，测度出来的，全世界地球有史以来最冷的八十一零下八十一点六。 最冷最冷的一次，你很难想象哦。诸位，零下八十一点六会是什么情况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看到这个屋顶，全部都是冰柱。空气只要有水的地方，空气就是水，水里面有空气。所有的你看到的，通通在冰库里面。 然后，一支冰呈不规则现象，这个就是零下八十一点六的状况。好，前面讲的，如来有大福的大智慧，所以过着幸福的日子。 接下来讲众生为什么不能得到幸福？底下讲的叫做“幸福的大贼”，贼会偷走你家的财产呢？现在啊不一样，这个贼比较可怕。 叫做幸福大贼，会偷走你人生的幸福的。我把它整理一下，包括唯识学、白法明门论，乃至世间人容易懂的、容易懂的。底下只要你有一个。 这个坏习惯，就很难，应该说没有办法证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学佛是比世间人好很多了，但是要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能有底下任何的新的病态。我。 简单列出二十个，讲起来呀、啊，烦恼还是多，但是你讲不完。我们把它集中起来，讲个幸福的大贼，他会偷走你的幸福。一，贪婪占有的人，今生今世不可能幸福。 台湾有的三个兄弟哦，爸爸妈妈分的财产，就差一百万而已哦。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是很少。上法庭，上法庭啊！一个人分几个亿哦，不是小数目、哦。 兄弟，金钱现钱，眼睛就瞪大。哎，亲兄弟明算账。所以我们这个无止境的无名很可怕。第一个占有、贪婪跟占有，不可能得到幸福，永远不可能成佛。 那开什么玩笑？第二，纵欲，放纵自己的欲望，不能成佛。啊，自古以来，男人好色，女人爱名牌，这个差不多，很不容易去克制的。 哎，这个纵欲啊，还不只是说名牌跟女色，这个纵欲就是放荡的心，想让自己过快乐的日子，但是不知道这个快乐有后遗症，有后遗症，啊。 这新闻报道的，因为我没有出去外面。新闻报道的了啊，台湾的这些啊，演艺界的很有的很洁身自爱，储蓄了不少钱，而有一些啊，习惯不太好。今天呢、啊，因为名气大，挣了一些钱，明天赌博，没了。 然后，再去辛苦的挣钱，一线的演员还是大咖 A 咖，然后哎又赚钱，明天又输了，后来就欠了几个亿啊！人家他知道他喜欢赌博，就借他，就借他，就一直借他。 几个亿呀、啊！这已经超过这个艺人一辈子的收入。所以，在座诸位哦，当我们拥有的时候，不要盲目到不懂得珍惜。这是我一直强调。 当我们拥有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盲目到不懂得珍惜。你的人生由你来掌控，放纵自己的欲望，你的法身会命。 你的业力会一直牵引着，啊，那有的人就说，啊，饮食跟男女呀，啊,啊，是本能。那我们就用佛陀的话，啊，来对居士跟法师，居士就是少欲无为，少欲。 那么，出家众就回避、远离，因为他是本能，是没有办法用人的这个理性去克制的。生物学家包括这些研究生物的，就说繁衍后代是大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。 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他不可抗拒，所以我们要稍微克制一下啊。出家众啊，就回避，啊就远离，保持一个尊重。哎，这个就是佛教导我们的，佛陀教导我们的。所以，第二，纵欲的没有放纵自己的欲望的。 不能稍作克制的，这个没有办法得到幸福。世间人，财色名食睡那个叫做幸福。事实上，我们把刺激当作享受，是因为我们这个众生，人的大的欲望使之然也。 我们把它合理化，哎，我们把它合理化，所以知道那个是本能，也不能克制，就用回避、尊重一个距离。那在家居士呢，就少欲，然后无为，啊，只能讲到这个地方，因为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。 第三，无名愚痴是幸福的杀手。无名，内心没有智慧，愚痴从来不知道无法是什么，把知识当做是一种。 赚钱的工具，把佛法误认为蛊惑人心、迷信、消极，认为信佛的人都是弱者，逃避现实，要不然就是婚姻失败。 事业失败，哎，要不然就是年岁大的，所以会被人家误会佛教是死人的宗教，不知道说佛法是大智慧的宗教，是破除迷信的宗教，是让众生得大幸福的宗教。说宗教，事实上。 并不符合，应当说佛法是觉性的教育，这样子比较得体。佛法不是宗教，是站在人人都有佛性角度说。在这，就我们今天在这里弘法，就是教育大家，提起每一个人。 自信本来具足的佛性，不要被假象、假象骗得团团转，牵制你一生一世，就像灵魂上了手铐的悲哀，关在无形的牢狱里面。所以柏拉图说：“一切现象皆是我们的牢狱，就是众生看什么执着什么，就被关起来。” 众生看什么又执着什么，又被关起来。这个佛教列为无名愚痴，佛法刚好相反。如果有人说佛教迷信，就知道这个人没接触到如来的正法，因为他说佛教是迷信。 但事实刚好相反，佛教是智信智慧的智。